水，我走起来哦，真正喘吼。卖得仙啦，咱比比罗巴咧，你说输甲做戏咧，真够做戏啊你。今天我输甲做戏啊，这就是我的爱好咯。哇，你讲遐讲爱好啊？哇，我问你，你知影安怎我逐礼拜约你出来不？因为啊，我就是你的爱好咯。我看到你的爱好啊。 我是用心良苦，你家己想看卖，你已经六十七岁了咧，是咱人的另外一代咧，对不？啊，佮有啊，啊，你来到这个好声，佮无这个新的爱好来讲，你做人都有意思，对不？有新的爱好来讲，咱人身心啊才会好嘛。哦，这就是新的爱好啊。嗯，安尼你是叫我去爬山？无啦，爱好有真侪款，你会使啊爬山，本会使啦，你会使去学画图、学唱花、甚物计会使。 唔系啦，人老了，头脑啊袂灵活，我已经准备啊，慢慢慢慢退休。退休？嗯。你退休了要做什么？退休就退休了，要做什么？哎哎哎哎哎，卖生气，卖生气，我甲你讲，唔是讲袂使退休，是讲你六十岁退休，啊你过二十年来讲，啊你若做什么？你无工做，你若做什么？对不？所以咱人啊，这个老人家爱有爱好是真正重要的。 你安尼强，你介绍啦！哎呀，免我介绍啦，你会记得欢喜街帮朋友无？伊人慢慢甲你介绍，免无论甲我。这个人啊，真正加薄嘞！哎呦，这礼拜刚出场。哎，就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哦，美美哦，些水哦。哎，听讲伊顶礼拜吼，伊去这联络所读册吼，我已经输家嘞，伊毋是不如阿发咯，我咧讲吼，伊甲阿发的代志，莫甲伊讲哈。 欸，迪姐，欧桑。哇，今日真水嘞哦。欸，对啊，头先我看到你的诗诗啊，做什么啊？哦，我是个学指甲。学指甲？嗯。你不是在肯德加顿驾车咩？啊那，爱转行啊？哎呀，唔是啦，我是老小吼，那只人啊，食了一个怪声，哎呦，愈食愈老，就应该去参加唔白的活动。我出生也唔会惊，你那个头脑咧，才会生生嘛，你哪个对？对对对对，你啊，你看讲是对的哦。 啊，会侪人来啊！遐拢就做喏，所以呢，咱留着啊去参加唔白的活动，我从唔白的人啊，才袂社会隔离。啊，社会隔离，这个我知，就是卖甲社会的人脱离。我甲你讲啊，我待了啊，但不是要真侪人入入出出啊，我无脱离的啊。真好，所以大吼，咱就要帮出新的朋友嘛，每每去上课，去 class。嗯，上 class。对啊。 头先我在电视看到真侪老人家去 class 啊，是，你看家底出老人家吼，一家一家一真 happy， 真活跃。是咯，uncle aunty 真开心咧。诶，uncle ang， 你嘛是爱 upgrade 去 management course。哎，你，先考虑一下咧。 啊，对对对对对，妹妹去上课，北出生的朋友，咱才无安尼咩老。迪姐，后生，迪姐，后生，迪姐，后生，头先我伫试试看到你个一个大波翕相啊。你是谁？伊就是讲，只只个先生，我了头，我袂去上课，我就知来了。已经搞住咩？我嘛唔知。唔知啊？咱做去个 course。 你真轻松吗？我先惊了下，拜拜。喂，我阿尼缘投，安怎伊无来，我来台了搞我翕相啊。很高，卖想安尼做啊。喂，我台了 paper。哦 ，sorry， 拜拜。 啊！恭喜这个人。
哥啊，冷静走啦。哦。喂。冇喐。你哋呀，你哋仲用呢啲 plastic 袋？講咗幾多次啦嚇？我哋要環保地球啊，用環保袋。你哋呢班人啊，唉呀，講勁都唔聽嘅。誒哥，我唔捌看過 security guard 是了無用環保袋嘅人。就是咯。誒，手放落來。誒，我仲企喺市㗎，聽到㗎。你啲今日你影下邊竹竿啊？放咗工啦，咪落去巡一下咯。哦，你嘛帮帮忙，啊你边做工，搁踮咧护工一个人行来行去，应该去找有意义的代志做嘛。就是咯，找几条朋友咯。哎呀，我惯咗一个人咯，咁多朋友做乜嘢？一个人咪好咯。你冇看新闻咩？那新闻唔是伫咧讲，要常常与家人还有朋友保持良好关系，安尼你生活才会快乐，才有意义吗？就是咯，你看我甲我小妹啊。但你去找朋友做阵食饭，嗯，就是咯。我甲我哥吼，食完饭就会较行来行去嘛，吼。对。哎，啊，这礼拜六我去做运动，到顶啦，吼。好啊，哎，别个谂下，别个谂下。甲你讲啊，要活出精彩一点都不难，吼。你想看卖啊？慢慢啊，想啊，想啊，想啊。冇用。罢了。你哋啲垃圾袋入边嘅垃圾有冇分类先至抌啊？哎哟，阿庄你麻烦，而家俾个分类，快啲分类俾我睇，冇分类唔得走啊！哦，快啲。这是人高音卡诶，想讲人高音卡诶，这是叫做幸福之中 bell of happiness， 就是讲卡了你就幸福了。诶，麦卡，我怀抱拍拖点子吼，根本就无这个，这是新的物件。什么新的啊？这一百年了咯。哦，人类啊！啊，你听我讲啊，这个钟呢本来是拿一只波兰的准面钉，到尾伊就送给这个圣淘沙，圣淘沙呢拿利空又另一个搬来一道正人卡卡了就幸福了、哦、啊！坐你波来吗？哎，到时我坐你波做不卡啊！你若是坐你波来到卡钟吼，过一个地方你定要爱去的。对了，来来来，对我来。对，来啦，卖问啦。哦，你娶你的某来，会使买两个钟，来使个百安安，你就幸福快乐了。免啦，免百啦，我家的某真正幸福啊！免啦，免啦。哇，你个人哦，真的是嘞。啊，那无你娶你某来，会使来收食嘛？收物件嘛是袂歹食吗？收啊！嗯。哎呦，安怎？哎，啊？免啦，省力啊，省力。我你人真喵嘞，对你某嘛来使你喵的。OK， 你那是卖请来食不要紧啦，卖讲做朋友做了无够水。OK， 我介绍一个詹姆斯教你安怎煮。啊，到时你若出来之后，你某食，啊，你有省力了吗？哇，一句话水水水，行行行行行。哇，真的袂打汗流嘞，老的。OK 啦，咱来看一下詹姆斯来做客哈。哎，等我嘞。Miss Mo 啊，这个咱来新加坡的厝的做客，我感觉真好呢。咱分享哦，真侪这个健康的观念哦。对。啊，咱今日要对。嗯。东北跟西部已经去过了，今仔日咱来到这个东北部咧。东北部哟。阿妈。阿妈。我去啥啦？啊？今仔日咱要去店面啊。哇。要去店面？哇，真正是速冻呢。这家也很有。有嘞，好，好吃吗？请问你这款是这是波拉克吗？啊，对了，是啊，你要看那些啊。我们找一个人啊，叫 Lisa， 有 Lisa， 姐姐啦。哎 ，Lisa， 哦，谢谢。我你啊，这西装来个胖物件呢。哇 ，Lisa 这头家娘真有本事哦，家庭甲事业稳照顾个真好。那是有闲的时阵，一心暑假做鸡卵糕啊，甲厝内人做一摆享受。我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叫 Bill， 哦，你敢唔晓讲
福建话啊，淡薄，还会淡薄啊呢？哦，伊本来是印度人，啊，你即马因为甲因大做伙了，你就会晓讲闽，迄个福建话。对。所以咱常咧咧讲新加坡啊，真多元，哦，有即个马来亚啦，啊有印度啊，啊有外国人啦，啊中国人，对不？这你旁边你住的，都多村啊，还是像素？耶！你这些这个什么名？豆椒，这是潮州人的。所以你潮州人？不是，我阿公是潮州人。哦，你阿公是潮州人。我是海南人。你是海南，我哋海南鸡唔足厉害。对不？啊，这个什么人做？这是我做。你是哎叫什么名？印尼炸鸡。所以你印尼人？对。所以你不是新加坡人，你是印尼人。哎，他不但是多元，轻轻在跟他邻居的哈给都搞。哦，啊你 Miss Molly 边啊这位就是做这个嘛。肯定是你做的。所以 make I cook this curry chicken. Curry chicken? 会香未？Not very much. This is a North Indian style. 北平的啦。South Indian little bit different. 所以你刚刚 Lisa 姐这个样子，够型啊。伊真好，我甲伊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二十几年哦。阿姨做汤包做了好。真水。好。哦。阿姨，咱就足好奇。好。哦。今天做汤包，今天朋友，今天。水头。水头吗？多嘿。My wife come here. Your wife come here often. Oh, Lisa 姐，你开这应该是美法院。美法院，几点开啊？几点？再去十点半开到咪八点。你看，开几多点钟嘞？时间啊。啊，你厝会几个人？我较侪住我两个囝仔。哦，你有两个囝仔。啊。你住的啊？你哪有时间通住？我较侪用车呢，一站一站下掉咯。啊，当啊，伊帮我堆来伊做烧啊。你拢用吹，啊，你拢几点起来做？恁后生，你讲起来煮早顿回家。五点外起来。啊？几点？5点外。你5点外起来？啊。啊，你几点困？11点外，12点。啊，你拢无啥困呢？詹姆斯哦，要来跟你分享哦，较健康的便当。较方便啦。方便啦。方便够紧啦。方便够紧，因为我今日要跟你分享的这个便当，是阮查某囝以前较细汉哦。小学一年啊，我爱甲伊炸便当，炸到伊高中毕业。哇！吼啊！我做事是安那，我爱为暗时两点我才下班，所以我等伊厝内咧煮便当，我爱用煮煮去。所以我今日甲我做阮查某囝的便当，摕来遮，互你试食看嘛。好好，好不好？多谢。这个所在就是李莎姐厝房嘛。嗯。哦，美发院遐水着，厝内嘛遮水。哦，你看呢，红红吼。啊，咱今麦要煮的这项菜咧，其实是阮家的囡仔咧上高兴，我定来煮回家。哦。好，啊，我希望咧有食到肉，有食到海产，有食到菜。好，啊，我有准备，这是鸡腿吧？我无放油，你看伊安尼煎的都油，这就是鸡油啊。哦。好，啊，你看哦，我今麦变起来哦，吼，你看哦，哇，都脆啦，都起来，安尼就变甜的较好食嘛，较健康。哦。对不？啊，你变反倒，你就慢慢咧爱甲砍起来，唔好砍肥的哦。你若砍不会砍得了，伊迄个内面的水蒸气吼，顶完这就袂收啊，变重去啦。你就虾袂使有变重，你就是安尼。好，啊，遮咱即卖火气较大，遮要来煮这个虾仁高丽菜饭，这是新粉姜、面包油，爱放，啊，不过免遐早放。这个是皮啊，甲伊的头，甲伊的壳，这你拢单调是你有起来用，你平常时有用？无，无嘛，这就要甲放入来。哦，好，啊油再搁掺入来，煎偌久？爱煎到伊个虾仔壳爱红，哦，啊你即摆爱炒干啊，炒伊个虾仔吼，拢爱熟，哦，哦，爱甲倒出来，过滤过来啊，嗯，哦，啊即摆即，再搁甲放上来，下水，我来，啊即摆倒入来，哦，这个所在就是滚虾汤，哦，啊这个就是咱团队用的虾油，虾油，啊即摆油吼，咱想要倒去边啊等用。哦，好，啊，这个对汤，对，因为我碗无够大啦，这个来配汤，烫无？烫吼，嗯，好，啊，咱即摆要炒啥？炒香菇，香菇，哦，香菇要落去炒正正吼，你倒来无打哦，炒了袂香，哦，嗯，要不面放油，先免放外去，嗯，啊，即摆只爱炒好香，点啊？哦，很香。啊，现在这有温度，你就来提起来。这个西兰花放在顶管，
安尼敢那是咧吹啦。你伊个鸡巴袂淡？袂，因为咱即卖扛起，咱皮是咧下啦，皮咧煎就袂淡。哦。但皮咧顶完就会淡。啊。哦，啊咱差价。除了伊个包菜，那是咱唔食包菜。无要紧啊，你个什么拢会使啊？哦。你要看你是要白灵啊菜白菜啊，还是空心菜白菜啊？哦。豆芽菜，你有啥物菜拢会使？主要是虾。无食虾哦，无食虾，你有放鱼啊？鱼啊白，鱼啊。鱼，哦鱼啊，鱼白菜，不然你跟他讲鱼，你跟他讲鱼，鱼哦，你也是啃鱼啊，哦，好，这时候插一个了，你就是啊，菜汤里来，插一个，来，汤，汤，先别啃，加啃较济，用火煮一下，哦，啊，咱这个就看，好不？先把这条稍微变色啊，哦，好，好来，并起来，哦，哇，先把恰恰恰。啊，即马好个时阵，佮肯定肯定。啊，即马即个时阵就卖迄几个啊，先来白切。哦。哦。啊，即马虾啊，咱哩来来咸，咸即个时阵去。五椒粉。五香粉。哦，啊，即个稍后佮头咸嘛，过来，转过来，饭就会使肯定来。啊，好，即个饭吼，会使吸着即个酱，特别大个，伊来佮肯食。啊，主要是要有饭吼，会使吸这个汁，啊，就会香啊。哦，啊，你即卖好啊嘛，这个是油。哦，萝卜啊。这个放萝卜啊，再放，哦，啊，就会使关起来。一个是予你囡仔炸便当，予你一个是你家己炸便当。啊。你家己使炸较济咧，因为你冰了遐济着，对不？只有够破烂，对不？你爱爱够帮忙传。啊，这还袂放盐的，这个时阵放盐好啊，因为你若上早放吼，伊迄盐吼，点都无遐咸，你即摆上面外口加较咸。啊，听伊讲恁后生回来，啊，对不？咱甲恁后生食，因为恁的朋友已经破烂去食去啊，咱就甲恁后生食就好啦。OK， 好不？好。今天是啊，恁妈妈无闲吼，所以暗顿敢那无啦，早顿拢煮互恁食，所以我特别来遮煮些互恁试看。哦哦，你听有吗？哦，咱动作听下，好，来来来。你无是早顿，我再去煮了伊暗暝无食。啊，囥到暗时。哦。另个，一个撤销。个撤销。因为我用炒的咧。哦。炒的啦。这我讲，我这就会使炒的，我这炒的就好食。啊，那炒了会好食。啊，你看嘛，高丽菜炒了嘛甜嘛，啊，主要是咱这个鸡吧。咱是用蒸的嘛，我无放油，蒸到顶完恰恰，对吧？而且会香。而且你炊的时阵，炊起了水蒸气起来了，伊就会内面的酱就流落去菜，啊，你食就有这个香。来，啊，你试看嘛，因为这是便当菜。哇哇，好食无？好食啊！好食，好吃啊！迄个皮真香，香对不？越饭够越味，皮嘛真香。我讲咩什么啊？没有，咱在龙岩，你当作你来吃饭嘛？饭弄个那个杂碎你无啊？你吃了了？我吃了。哈哈哈哈哈。好吃，好吃。啊，你感觉好吃？好吃，敢那咱外口吃吼，我袂使控制个油啊、盐啊、甲糖。啊，那家煮咧，家准备，我使控制。啊，其实今仔日我们是干来来吃呢。我有一个象征性的礼物要给你。你的工作啦，我刚刚我们上一季的礼物哈，哎，最时尚，看吼，好来哦，讲讲讲讲讲讲，啊，有水哦，哇，好，这是啥物？便当盒啊，哦，而且可以加，等安尼哦，安尼，好拍开，哦，这个会使放果汁，还是要放汤，还是放起来是冷的，啊，过来面滚两个，这个。啊，个一个，好，啊，这是保温袋，袂歹吼，啊，袂歹，啊，这个便当盒，哦，妈妈我都交代给你啊，啊，你啊，詹姆斯来做客，吃得好快乐。哎，伊人等你呢，会甲你多包点 Medisave， 明白未？哦，原来是安尼啊，明白了，感谢吼。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师啊，今日嘅 Zumba 咧，我跳得好过瘾，我好中意啊。咁啦，我请你食鸭饭啦，好吗？你要真系我苏格只鸭？我咩都知噶，你知唔知啫？
心里面被一身的期望啊。哦，拜拜哟。哎，你有点跟人鬼食政策啊？哦，因为咧，为政策真复杂，啊，有影就跟人鬼食者咯。哎呀，拜拜哟，我真系好佩服你啊！你又识得理财，又咁熟悉嗰啲绿营政策，哎呀，你真系好犀利啊！就是咯，爸爸勇，你是真的厉害嘞！伊咧大爷啦，啪啪啪啪啪啪！好啦，我是这个社区的关爱乐伶大使啊！关爱乐伶大使，是咪来的？哦，我能专门为乐伶人士服务，鼓励伊人去参加对伊人有益的活动。有时咧，我能会甲伊人解释啊政策，互伊人了解一下。佮有时啊。我人咧会甲伊人申请援助补贴。哇，阿嘉老师，你睇下爸爸用呢个年纪咧，仲系咁有善心喎，所以咧你一定要好好同佢学习，知道吗？嗯。我咪做关爱乐伶大使。对对对，你能知无？有的老人家啊是家己徛的，伊人需要帮忙啊，唔知去找店。希望啊，我能关爱乐伶大使啊，会使让伊人感觉到啊，关爱无所不在啊。嗯，啊，佮有啊，啊，是恁人知哦，有老人家哦，有问题哦，会使叫伊人来找我啊。好彩有你安尼款好事，没人搞咱倒卡手。等下啊，阿弟咪咪，你屋企唔系有仔有新抱咯？佢哋可以同你解释嘛？你点解一定要问伯伯样咧？哎呀，爹我谂嘢欢喜过吼，什么人有问题我隆重去找伯伯样啦。阿是来听八卦吼，你咪使找伯伯样咧。伯伯样真侪八卦讲起你听嘅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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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食不？哇，好食好食，好食，欢喜不？欢喜欢喜，嗯，安尼我就放心。嗯，我咧讲啊，其实拿新加坡啊，食个娱乐啊，好过出国啊，你讲。真的啊？嗯，哇，你安尼讲我就放心了吼。本来那制作主席还派你个会议，最近去日本的，啊，既然安尼讲吼，安尼我人就放心了。我讲干哪着？干哪着？我出个出国，我出个出国。袂胡了，你家己一个坐飞机去日本了，啊，我听讲伊坐到一个安定吼，今年64哦，真笑呀。六十四岁真笑咩？啊！你六十七岁会使笑，人六十四岁袂使笑啊！这，莫讲你做。哎，还是阮能食，恁能去看下这个乐伶新鲜人 ，OK？ 嗯，啊，紧食啦，莫生气啦。日光当下有真侪上新嘅时尚元素甲气息，我那个阿姐订飞机是个时尚达人，来到这个时尚之都，伊会揣到什么启发呢？定定咯，食老那就爱装，出门人推着我，打我硬，人推着心情好，我听了心情倒好。新加坡有回忆一个时尚女王，听到日本也有一个时尚阿嬷，嗯，台子会身边两时身顶情界搭配个，伊袂少能经济个找个人。欢迎马萨哥桑，台子阿姨就时尚感，就 fashionable 咯。小島雅子です。シンガポール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立川から来ました。这位就是日本时尚阿嬷雅子，伊在网上分享家己的穿搭小样之后，点赞率竟然破榜啊！今日两位时尚女王到日本露面，应该是互相欣赏哦。雅子桑，你 Instagram 真红嘞，你的额头是不是自己灌的？ああもうそれは娘が全部やってくれてるの写真撮るのから管理からだから私は何にもノータッチでいます。
哇，这真像 pose 咧，想搞的哎。それも娘がどうとかっていう感じでこうやってそんな感じ。ルトの SNS 超安哎，ルが先は改变不？普通に近所のお店に行っても、あの人とは。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言われて、写真を一緒に撮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て、ズボラで出れなくなりました。で、審査原則是怎么看的？しばらくしてから起きてね、それから天気とか今日の気分がこれがいい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で決めます。哦，安尼今日穿黑白配一撮，安尼大概足足凉凉，是什么心情来搭配个？もう今日はシンガポールの皆さんに元気にと思って元気を送ろうと思ってこんな感じにしました。你后生中都是不是安尼有时尚感？いや、今は。落ち着いている方ですね。昔はめちゃくちゃが大好きで、ファンタスティックな感じの、そんな感じで、今は落ち着いてます。これでも。啊，你这条珠链好靓哦！哎呦，真特别哩，到底个买个？ね、同じ材料売ってるとこがあるから一緒に連れて行きます。行きましょう。はい、はい、はい、はい。行。蛇骨甲池袋都是马萨哥采买首饰材料嘅好地方。今日我们来到伊强强光顾嘅一间百货公司，哇，这个卖嘅物件拢是入口嘅材料哦。对于首饰的制造，伊是无师自通啊！伊选买材料做首饰的时候，真正有主见，无需要别人给伊任何意见哦。你平时是做哪双的首饰的？そう、いつもだいたいね、その朝起きた時の雰囲気とか天気とかで、変わる。啊，在天师啊，啊，那你今日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天师是做你哦，你做你是爽。今日はすごい very happy。哦，那你心情真欢喜，所以这个是真欢喜的，就是。very happy だから。哦。こういう感じで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ようかと思う。在心情做嘅，唔是在爱家己做自己 pattern， 日来在就爱什么心情，做自己，想你做爱 pattern， 就做，佢哋在天师。原来马萨哥嘅人真正随性，连双杯制造首饰嘅材料，都是对家己嘅感觉来听。有时就应该简简单单，凭家己嘅感觉安稳嘅过日子，无需要想卡在。你确实也是安尼咧。既然今日天气安尼好，还会使做咩解咧？当真是去野餐啦！哇，你才几撮，娘做咧？你做阿娘娘，有家去买不？本当は売りたくないんだけれども実際売ってないんだけどね。だけど親しいお友達が欲しいよって言った時は悲しいけど材料代ぐらいで売ります。本来は売ってない。あの今度对老五行的退化頭の中がクレイジー。本当にクレイジーなの。いや、その動きやく。変わらなんか本当にあって綺麗な色見ちゃうとたまんなくなっちゃう。あ、你看落来，你有什么目标？你想去做该，还是有什么心愿想完成该？夢はね、すごいシンプルで、孫の顔が見るのが楽しみ。すごい好きです。それが夢ですね。虽然马萨哥今年64岁，
不过伊个心态一点都袂老哦，伊常常利用爱个时间去研究各式各样个材料，做唔同样款式个首饰。无为着呢，就是为了培养家己个兴趣，让家己活得开心自在。所谓生活品味，品味生活。互相之后的你，无妨也试探找家己有兴趣的事来做，生活自将就袂乏味咯。今日难得来到这个思想之都，一定爱真两位思想人员来加量一下，哇，应该会是一场真精彩的思想 PK 赛。我可爱欧麦镜的 Masako， 就算是站到飞机身边，也真正吸引人。哇，真有名车风范哦！你睇 Masako 信心满满的样。地点加大楼啊！新菜省上嘅 Masako 称职新嘅欧食，再挂家己做嘅小食，原创典型家己嘅风格。马萨哥上其实给我真侪启发，伊真勇敢，所以家己爱做的事无理吧，咱做你讨厌，但是真够硬硬个。当我七八十岁以前，我来讲硬的矿，我够信心满满的。无论几岁，都爱活得色彩缤纷。马萨哥大胆尝试的精神，还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实在是叫人佩服。シンガポールの皆さん、これから楽しんで人生を送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みんな頑張れ、頑張れ。哇，真棒耶！炒米糕、炒米粉啊。这是阿华安哥炒的米粉，真好吃。哇，爱发啦！那领导佫会使炒面、炒米粉，要摕去倒落啊？哦，今日呢，嗰个立龄中心有啲活动，我哋啊可以去做义工，炒啲面分俾老人家食咯。哦，阿发啦，遐领导会使做义工咩？哦，安尼你就三啦了，真侪人认为吼做义工是后生仔做诶，其实最近啊，愈来愈侪老人啊，拢交去做义工了。啊，系咯，有啲人啊。退咗休啊，覺得自己缺少人生目標，做下啲義工啊，做得幫到佢哋彌補心靈空虛，仲有啊，可以幫到佢哋啊有需要嘅人啊。哈，是唔是真正有意義？所以喂貓就好，我去做義工咯。遠嫂啊，不如你都同我哋一齊去做義工啊。聽你兩個人嚟講哦。我也可以煮淡薄鱼丸面去给乐龄中心的老人家吃。好，你说你煮的鱼丸这么好吃，老人家吃了吃到很欢喜啊。是咯是咯，这样乐龄中心的老人家有多少啊？差不多有三十个人啊。三十个？我一碗鱼丸面里面有五粒鱼丸，三十碗。我是要150粒鱼丸，鱼叔 ，Thank you， 路啊，路人真好 ，sponsor 我拿30碗鱼面啊。你同我哋一齐落去睇下啦。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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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我尿急啦，我要放尿啦。喂，你唔系住嗰边嘅咩？你对此挂住我唔知啊？唔知啊。
你看伊只是啥物来？我只龟母啦。龟母都能飞安尼乖。安尼远我嘛来看有，你问我啥物？是啊是啊。哎呦。哎呦，王啊。安那。咱做人食，你看，食饱饱，看风景，什么烦恼都无哦。哈，啊，你看你都满足了。是啊，是啊。啊，那罗邦坤也未出来，你都满足啊。哦，对哦。嗯。伊介绍什么啊？哦，这期伊也介绍有红外线，你知无？哦，啊 ，I know, I know, I know。我是。Infrared。外地啥？我苏哥，你讲按摩嘞？嗯。哦，红外线是什么？我唔知啦。所以咱就和这个罗邦坤，甲这个陈立峰来讲，好不 ？OK。啊。哦 ，aeroplane， 什么 aeroplane？ Fly away already。哈哈，我今日要约的吼，这个艺人嘉宾呢，呼，伊出钱怎么这么多？蔡老板当然是袂少，明仔吼要带伊去蔡老板，是一个挑战呢。阿姆哥，啊，伊来了。嗨，玲玲姐，你好，你好。哎呀呀呀！请问你是全怡凤还是因查某囝嘞？我是全怡凤啦。哎呦，我真的今仔日啊，我这么侪年哦，第一摆要用福建来主持节目，有一点紧张啦。别，你会使讲你的台语不要紧。我就是在讲台语。你讲台语啊？哎呦，更不听台语，更哩哩当当的。无，我是讲我今仔日，我平常时拢是主持节目吗？是啊。今仔日我来做嘉宾吗？啊，来嘉宾吗？嘉宾。我难得来做嘉宾，所以我一定要点掉来好好来享受一下。请问老板亏，你今仔日要带我去倒落？我要带你去。出汗，精神一下，出汗精神一下，嗯，好嘛，好，行，随我来。罗邦坤甲名嘴陈怡凤，今日约伫双美路，爱找啥物好空头咧？啊，卖甲我讲是做一个运动吼，阁是赶紧对人去看啦。来来来来来，就是到了，哇，我做这个魔术，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都会晒料啦。哎呦，你个比我较厉害。来，今日要介绍的就是这只机。这我难得来做嘉宾，你介绍这滑步机，都那么好吗？哎呦，这只无相像 special 嘞！你咧做一点啥运动，点啥也释放这里吼，滚的红外线，而且咧运动的点啥，一个会使净肤排毒啊，运动了啊吼，这个马色啊关节袂疼。真厉害啊！嗯，啊真怕用未？袂啊，你试着做，来上车。姐姐是吧？嗯，去了。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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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怡凤哦，这看了知影，伊是一个有做运动的人啦。安怎？做了感觉如何啊？袂歹咧，刚好这几刷这老人家呢，因为这感觉很顺滑哦。你看那尤其这红外线的那个照着，我坐起来就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咧。嗯，这好，感觉很舒服啊。不过上尾我上舒开心的这样，这样哦，反正感觉我一个人来咧，不过真侪人会来甲我叫之后，我就感觉敢呕吗？不要，拜恁家里来看我八月十五去到八楼的。哎呦，不是去到八楼啊，去到十二楼了。哎呦。这台滑步机所绑的红外线，会使让身躯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滑一滑，将腹内的脂肪隆重滑掉。想要找一个舒适的运动空间，会使来试这台滑步机哦。这倒是开24点钟的，那想要来，就要打电话预约。乐龄人士有 discount 哦。哎呀，罗邦坤，我难得出来做嘉宾，你把我一个滑步机，我怎么真没意思嘞？哎呦，天大的美哦，这是不可能的代志。你是凤姐嘞，我当然要带你去一个更加刺激的地方啦。是咩？啊，咱这阵是爱讲坐 taxi 去，还是安怎去？哎呦，全怡凤会使坐这个咩？当然是坐我这个哇小滚滚的红包车。哇，来，好漂亮啊，真是啊，演得我哥。哇。真的很漂亮。老板坤，我这阵是要去倒了。嘿，袂使跟你讲的啦。不过呢，阿妹去的所在之前，爱做一项真正重要的代志。安怎你去办事情？不是啦，出，姐姐红包车都爱唱歌。啊，我想爱听玲玲姐唱歌，了解唱什么歌？桃花过度。桃花过度。嗯。啊 ，Come some up the music。啊，人啊，人的影，嘿，大
去。举起你的双手来摇摇摇摇。哇，老板，看伊面讲的刺激就是错了，我出去 shopping 是无？不但让你刺激，搁要让你 relax， 最重要是什么给恁做 ？Very good， 这阵就行，来，到了 ，Go。什么不免做啊？有安尼好的老板无？哦，原来老板圈今日另外一个好康，就是爱来做这个按日本来的圆盘浴。人客哦，只需要推放高温的石板面顶哦，推了后会出真侪汗，听讲安尼款啊，会排出身体内面的毒素啦。石头哥你好，你好，刘小姐，欢迎你嚟做嚟个我哋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你会做呢个生意嘅咧？呢个生意咧，对我哋年纪有少少年纪嘅咧就好好噶。因为几年前咧，我就好周身骨痛，我就去日本，有人介绍呢个叫做眼盆浴啦。我试咗之后觉得帮助到我。咁你去好处喺边度咧？好似係幫助你排毒啦，好似減壓啦，同埋行血好好啦。我哋一行血好咧，人就會精神好多噶啦。咁唔好等咯，入去試下先咯。好啊，歡迎你嚟，好啊。多謝。這台環境唔歹嘛，房間內閣真香哦，而且閣有真好聽嘅音樂，予來到這台人客感覺真輕鬆啊。哇这个好是我的远红外线的，而且行了哦，对这关节的，对这马上筋才有帮助呢。哦，安尼，咱今仔可能会变瘦。哎，为什么是细线倒啦？因为啥呢款呢？伊在爱拍掉，对这个巴肚可以烧15分钟，安靠功效的。这个盘子哦，真烧嘞！你免惊啦，这个温度哦，烧了袂变烧短啦，免惊。这布会使夹较大片的无啊？哈，爱较大片啊？嗯，你叫规身袂晓家己扎地冷来。我会使倒咧困。哎，安怎你这么大肚，你会使躺在？哎呦，证明我是瘦的，你是肥的。倒了，莫阁讲遮多了。这房间有42度嘞，这两位大姐是头一摆来试啊，可能有淡薄不习惯啦。但是无偌久，伊咱就困去了，看来阁变舒服嘞。阿哥你好。阿哥，你安怎来做这岩盘浴啊？啊，朋友介绍。你偌久来一摆？差不多一礼拜一摆。安尼你做了之后，你有啥物分别无？之前的人较无啥物精神啦。恁做了之后哈，感觉觉得蛮精神蛮好。啊，做了讲有精神了，讲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无？汗流很多，觉得好像有排毒的作用。是，我今仔日嘛是头一摆来，做了规个人真轻松嘞，就来流真多汗嘞。我听讲啊，做了啊，暗暝真好困嘞。我嘛是安尼款。真好困啊！真好困。哦，是不是安尼啊？哦，袂歹。这大姐你好，啊，你会使家己分享一下，安怎你爱来这所在？我岁数很大，未出汗的人。哦。来，我来这到了，我隔壁做家务本来流汗。哦，安尼哦。啊，你咧？我隔壁我来这到，我会使舒压我的情绪啦，也咯压力啦，哈，压力咯。压力啊，压力咧，人本来较精神啊，呀。这间圆盘浴是伫个沃杰伦。但你早起10点开到暝时9点，有看欢喜无烦恼的乐龄人士有通优待哦。哇，今日人好在有你嘞，我规人出规身躯汗了啊，规人讲爽去嘞。哎呦，工作这么啊辛苦，定着爱找点么点声，笑笑家己嘛。对咯，尤其看阿公阿妈，艰苦规世人了啊，老来啊，更应该要家己爱享受。所以呢，我下一礼拜定定好康到小报。倒了，找老板，找我老板开。你哋呢班人啊，讲唔讲乜嘢？你哋呢班友啊，听唔讲嘅，你讲唔听嘅？啊，我哋觉得家机咧，有啲老人家咧，觉得自己唔得。
佢哋覺得自己缺少人生愚公，人生目標，唉。